的位置就是金门战地文化中非常著名的马山观测站。这一节节目就是要为各位观众介绍金门、马祖、澎湖三个外岛战斗营的实况。现在就让我们跟着镜头一起来看看吧 ，Go！亲爱的大陆同胞们，你们好，我是邓丽君。我现在来到金门的广播站，向大陆沿海的同胞们广播。我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，我很高兴的能够站在自由祖国的第一前线金门。对，里面的长官有叙述到一些古林头战役，还有八二三炮战的一些历程。那我们很感谢之前的军官士兵的牺牲奉献，才能守护我们这块土地的和平。对，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马山观测所，对，然后里面有那个我们的播音墙。这个是之前我们要跟对岸喊话的时候，做一些心战做的一个设备，然后邀请邓丽君来帮我们唱歌，然后播音，让他们卸下他的心防。真的来到这边真的是很特别，而且收获也非常的多。这是我第七次参加国防部办的暑期战斗营，那我觉得今天来到这里就是两栖营这边，我觉得。看到他们的操练，我觉得他们很辛苦。蛙操的部分，就是我看到印象最深刻的是跪卧挺步，就是那些我之前在电视上看过，就是知道那些对于男生来说可能筋比较硬，但是他们就是这样子，常常经过操练之后，就是有办法表演出这样的动作，我觉得他们真的非常的厉害。参加这么多次暑期战斗营，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每一次就是战斗营办的，就是真的都很好玩，然后也可以令我们留下非常丰富的经验。然后尤其像我参加过了铁卫，然后澎湖、马祖，跟这次来金门，就是我觉得是不同的体验。然后看到不同的战地风情之外，就是也可以结交到不同的朋友。那今天我们在这边是受那个海龙蛙人他们的攀岩训练。啊，我前面一个女生她很快身手小矫捷就上去了，然后我就想说应该没有很难，结果当我自己去爬的时候才发现比想象中的还要吃力许多，到最后一刻的时候我还是想办法用意志力撑上去，然后刚爬完的时候真的是手和脚都在颤抖，不过我觉得是一个让我非常好的体验，让我知道其实大家看到平常的训练大家觉得都很容易，其实他们是很辛苦的。金门战斗营的精彩活动之后，想知道我们马战营的活动吗？跟着我一起来。炮声打响之后，整个人就都在震。这是我第一次来马战营，然后一开始在台北的时候，在那边待了一天半，其实很怕飞机没办法飞过来。然后之后来了之后，就是对，很开心。别啊，因为平常搭的船都是有那种舒服的椅子，而且你也感受不到那种晃度。然后我去搭那椅子，就是很晃，而且第二天就是回来的时候还会整个移动，我就吓到，我想说我会不会吐了，就拿了那个袋子。然后我想说赶快让自己睡着，就不会那么晃了。
好，这边是澎湖暑期战斗营的上课场地，后面的学员为什么都面目狰狞的呢？就让我们跟着镜头一起来看看吧。我刚上的是擒拿术，然后之前就有听说过一些擒拿术的技巧，然后就说它是可以就是压制对方的关节。可是今天上的时候，刚刚看那个教官示范的时候，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困难。做操作的时候，其实每一个动作如果有疏忽的话，就是没有办法做到那么标准。所以我觉得其实教官他们也很厉害，也很辛苦，然后感谢他们就是把他们的技巧教给我们。他填了操舟课程，然后就是有上肩，然后还有挺头，就是上头顶，然后都是看起来在旁边看起来非常容易，但是实际下去体验之后，你才会知道说上肩那个过程是很辛苦，因为很重。然后如果教官这样每天都一样他们的操作课程的话，他们就是非常就是可以体验下去，他们体验他们的辛苦，对吧？要很佩服，就是国军英雄。暑期战斗营的朋友，更多精彩的全民国防暑期战斗营内容将在下集节目中播出，欢迎记得收看哦。